设有四种范本。选择研讨会会议范本后，点选建立副本，输入副本名称，开始编辑。上传 banner 图片不可超过100万位元组。编辑文字区块内容，选择字型，放大缩小文字，变更文字颜色，变更文字排版模式，变更文字行距间高度，调整信件文字与排版，点选确定，新增范本完毕。